好了，妈，这盆还热乎呢，给你们看看这是啥，来，看没看呢？哇，这面发的好吧？嗯，这回不能说不发吧，娘。对，这个是啥呢？这个之前大家都看到我们蒸馒头是用酵母蒸的，对。但我始终想吃那个我们传统的老面馒头，所以上次用酵母蒸完了，我就留了一嘎面，留了一块面呢。然后我今天早上我老妈就给它和上了，发上了，然后放到那个电褥子上啊，盖着毯子发。结果现在就发的这么好，你看这盖上呢，都发了这么好。那现在呢，我们就要用这个最传统的这个手工艺啊，这个是小苏打，这个是碱，是吧？嗯。哎，做这种老面馒头，放碱放小苏打的啊，碱如果放好了，小苏打就不用放；碱如果放少了，和面的时候还得放点小苏打。对。但我们那时候好像都放点哈。嗯。水用凉水就行，是吧？娘。哇，花钱呢。啊，记得好凉水。这个把这点面给它蹬下来，哎呦我去，发的这么好。它这个酵母发面呢，和这个老面儿它有本身的区别。酵母发面是直接把这面和完了呀，和在里面醒个10分钟，然后把这面揉成团儿，然后就放那儿放个40分钟就可以蒸了。那这种传统的发面呢，你看把这个面发了吗？它不就是有点稀了吗？哎，还要放点干面粉进去，干面粉进去一揉。然后在揉制的过程中，像现在呢，就可以再化一点这个叫啥来着，碱。碱，拿这水给我来。以前我就是在老家蒸馒头挺厉害的，我跟你讲，现在不行。有那种碱块啊，以前我们用的是碱块，是吧？也是这，我记得都是碱块。不是，也有。那也有面吗？也有面。我以前没见过那面，这面里胖多些就不知道了。四碗，你这是几碗面？四碗面。四碗面哈，好嘞。那我掐指一算，这一勺就够了。不行，够了吧？多呀，你说啊，多了你到时候一会儿可以再和呀，你别少了呀。你多了可以不要的，你可以不要它呀，对不对？那都行，到时候剩刷碗啥也行，舔刷完皮皮的精神。那肯定啊！你看，妈呀，这玩意儿有没有毒啊？我尝一口。妈，这碱可不行，碱你要吃多烧胃。然后这个碱大的馒头啊，它黄，焦黄焦黄的，是吧？而且那碱没和开，它的也焦黄焦黄的。揣几碗面呢？少揣点面吧。不能，你敢蒸敢揣。不是你揣多了面，它吃着馒头硬。它能那什么呢？以前那种，不就是那馒头，我好像面都揣的多，是吧？为了那个馒头实诚，吃着它顶饿。对。它不像现在那个蒸馒头，一般商业馒头啊，它可能放那个叫什么泡打粉啊。嗯，泡打粉，发泡剂啊，泡打粉的，类似于这种东西啊。还有一个东西，我忘记叫啥。我就记住是泡打粉和那个酵母。啊，前两天你孙子说嘛，说他们学校吃的馒头，嗯，用手一攥就一大点儿，特别暄，跟面包似的。所以那天你蒸的馒头，他不吃了好几个，可解馋了，我孙子是吧？干吃啊，这小子爱吃，我先练练。这要咱蒸好了，下次给他吃点老面馒头，可以了吧？和吧。好。我感觉就再来一勺就 行，好，就这些。喝完这应该够了，应该够了。我估计碱大了，碱大蒸出来黄，不过碱大也能吃。碱大比碱小强。妈呀，还有黄了是吧？没事，这还有没沾着的呢。好像是不少啊。吃多点。一会儿大锅蒸是吧？嗯，等会儿得跑呢，还得跑碱。感觉这点面碱是不少，应该是不少啊。你还有那么些呢吗？不搁了，不搁了，不搁了。不是，我说你那不还有呢吗？没抖到里头。没抖到，还有点。到里头不少。也不能抖了。看我勤劳的老娘，妥妥的。我是负责技术指导。我娘老说来到南方之后啊，这碱面馒头就不好蒸，她也不知道水的事儿咋回事。我说那天我弄块面影子，今天试试。哎呀，你别忘了，我才想起来，留一块哈。嗯。你可别不留面影子哈。哎，那锅里少蒸个馒头就走了。啊，以前在那个老家的时候蒸馒头啊，一整就有人家就忘了就没有面影子。那时候大家都不用去酵母的啊，都是用那个就老面的。然后上别人家借一块的，借完了还得还人一块，不然人家还没得用。你看这面活的，活地呢，妥妥的。感觉好像还是那个碱小，好像有再放点小苏打。这绝对是老面馒头啊！好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再上，别整碱大了，碱大了就苦了，我怕到时候。是不是啊？碱大苦吧？不苦，反正焦黄的。吃就解解味儿。嘎一刀，嘎一刀。我给你嘎一刀，看看咋样。他这个得我。哎，这回有点意思。这个差不多了啊。啊，这个可以了。嗯。哎，这个行了，它得不粘，你知道吧？
不粘吧，有一点点粘，一点粘能揭开，这基本就 OK 了。妥活，你就听儿子的，没毛病。妥活了啊，我就负责给你那个下药的。这都是技术指导，你知道，你得给点技术费，你知道。好，要多少？真的，想当年我蒸的馒头，那可真是一绝呀。你要多少钱？看成不成吧。别像我爹蒸的馒头似的，放里多大拿出来多大，那要拿出来能防身当砖头用。我爹干过一次，然后我乐完一开锅，那馒头翘一翘黑的，那没发吗？因为面，然后切片跟油煎着吃，反正也没扔，就是费油。好嘞，现在我们就放这醒一会儿啊。为啥说醒一会儿呢？就是说这个醒一会儿啊，让它再松软一些，然后就可以把它弄造型了，弄成馒头型了。弄成馒头型呢，哎，然后再搁个几分钟，10分8分左右就可以放锅里蒸了，这就是真正的老面馒头。别忘了留一块儿啊，成不成就留一块儿。来个响，没有面引子呗。这还来个响的还？没，就全靠这响，没这响馒头能蒸好吗？这都是祖传秘技。Later， 时间到，开。看看今天这面咋样？可以，妥妥的。是不是挺好？挺好。来吧，大不大？你的馒头行吧？行，妥妥的。往这揉的是吗？这就妥了。看看，剪个月，这可是真正的老面馒头啊！能不能成功，就看一会儿15分钟以后了。得蒸15分钟吧？哎。还得摆个花啊，还得差不多的，太挤了。挤啥？你看挤吗？这馒头多松乎，我们那工地蒸馒头就一个手指头，就离一个手指头，哪有这么远？起锅吧。起锅，15分钟行吗？15分钟能不能好？差不多。这能好。好，盖盖，15分钟计时。时间到，开锅！哇，剪大了！哈哈娘的表情，哎呀，这事怪我了，我放的呀，这变成剪面馒头了，剪大了。焦黄，不过好吃，这个张生啊，这绝对好吃。这好吃，我尝一块。好吃。嗯。哇，剪好大呀！下次少放一点。呵呵呵呵呵呵呵，还都裂了。哎呀，有失我技术员的水准呢，不符合我的风格呀。行，挺好。这馒头一会儿谁剪片的时候能不能帮给美白一下？收到，够白了吧？给磨个皮，美个白，这馒头就好看了哈。还裂了呢，完了不能吃了。怎么这么黄？这不就变成窝窝头了吗？是不是？你是不是底干了呀？它里面不黄，外面黄啊。烫手。啊，烫手啊。那我你看，为啥这么黄？你是不是放色素了？剪大了。我告诉你咋回事吗？我不知道那个剪的用量，剪面。你要剪块儿，我就知道大小块了，你知道吧？嗯。那剪面咱没用过，下次就知道了，用一半就行了。嗯，不过挺好的，好像也不是，也不硬啊，不硬，不硬，好吃，就是面起大，有一股面碱味了，碱味，或者他不搁那些面起就好，是啊，我说不用搁了，先看看，他不听，这不也挺好看，好看，哎，看看，这个菜就是这种吃馒头的硬菜呀，哎呀。少点辣椒酱，冻子，老爸喝酒的，带个汤就行了。娘，吃这上次那个萝卜皮腌的咸菜，萝卜咸菜，你就着这个馒头，再喝个汤，一绝呀！今天我们吃减肥餐啊，看这减大的馒头，好吃。再来一个，吃了一个了就，这馒头啊就是剪有点大了，
它碱大了味儿好。我挺鲜的。嗯，鲜也够鲜，是那什么也够，而且这味道啊，就有那种老面的感觉了。主要是那种碱面啊，不太会用。多年不蒸了。